全军男人不会开车没什么关系，买不起车。轿车多好啊，轿车唯一一点不好的地方是万一出什么事儿了需要用个车，叫不着车就完了。我们一级先学个 E 吧，多兰顿的呗也。先等个包皮。这也不让等皮呀、啊！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抠你一下！希望他们家蓝枪不要过来怨我的塔，千万不要。我希望你不要没完没了的，行不行？等个皮，来，这回你再上来。他有个盾。等个皮，没了。闪现 Q 点炎，闪现 Q Q 技能被盾挡，然后点炎又被盾挡。哎，我三下我死了，你跟我闹着玩呢是吧？我们不用着急，马上的 Q 等级起来了，一个 QQ 的三分之一血，两个 Q 没血了，然后直接把他大死就完事了。那跟我近身打，那就打吧。
石头人也说了，粑粑。那没人干啥呢？先来个法穿海吧，把皮海出了。我阿他打不死他，他这血有点多，是不是有眼儿？他有个屁眼儿！我都回家了，他都不动，还能有眼儿吗？也不知道跟谁斗智斗勇呢。我都从家里头出来了，他在跟我在这斗智斗勇。嗯，那你就一个刀那边补来。哎，抠你一下。这也能 A 出来吗？我靠！给我拍死他！哎，这个闪现他妈的，完了，坏了，无敌人死了。我有 Q 小兵吗？他那波我们还没办法直接大走，大走就有点被动了。没关系，他没有盾了。好像是我本来是 Q 他，然后一个 Q 正好他隐身了，我们就 Q 到小兵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回家了，维恩马上来了啊。先来个850，我估摸着这维恩快来了，快去中了。他跟蓝枪把这个，把这峡谷打了。
中路无敌人守一下吧，我们去中去上路拆，不去了我就。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他还挺喜欢上来就直接开大跟我打的，我发现。打的个大吧。他这么多血我秒不掉，还得等一下子才能行。这打鼻还能吃吗？再吃两层。随时发现下路好像不太行，来游走来了，其实这是这个比较好的做法啊。哎呀，我忘记看这维音什么时候要来了，这波塔皮还能不能吃了？算了，不吃了吧，这波塔皮不吃了，我吃了死了不合适，我们节奏就断了，算了，不吃了这波皮。是的。防御塔筑城即将脱落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万一我吃完死了就炸了。我已经是全速。39秒有大。这文音什么意思啊？啥意思？你伤害呢？那卡莎一点伤害没有。把奶妈先杀了呀，不杀奶妈呢？打人不打奶。上路这小黄毛他也杀不了。哎，我的妈呀，追呀追呀，他都没蓝了，而且刚才先翼呀，你给我个灯他就死了，他根本 A 不出来。给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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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捡灯笼。哎呦，我有包皮没事。拿个25。好勾。哇，
完了，被枪毙了，回家了。哎，这奶妈挺狂啊，她狂什么呀？这奶妈狂什么东西呀？啊，你不会一个奶妈要把我们都杀了吧？有这么狂吗，奶妈？先来个钉，不来个钉，先来个鬼叔吧。我看这奶妈挺狂的，来个鬼叔。我已经是看他有多狂。前进了，我们鬼叔沙漏猫着法穿啊。30秒大，这大招吸地还是太长了，80秒一个，哎，太长了。我们家卡莎搁下路发育的挺舒服的，其实。好大！你们给我起飞！拆中吧，不管他，这妮蔻伤害还挺高。怎么的，他把乌迪尔杀了。小龙吧，小龙团。回家了，回家买个莫雷洛秘典。这波有钉没钉，我说实话差不少啊。刚才俺们是4打5，那安妮儿怎么一点伤害没有吗？打人呢？别着急啊，我们要打就打奶妈。跑，把你奶给你揪了，跑！小黄毛呢？给我出来，来，我看谁好死了。我一寻思，那奶妈敢在我面前那么走啊，她100%她有闪现。不过我知道闪也没有用，所以无所谓。这种大招你不教你也得教，他就瞅着你大，他就等你大，哎，啪一个闪，他以为他自己很秀，其实没什么用。有没有蓝 buff？ 走位！Oh my god！ 这里头怎么能有个蓝枪啊？你闪现大，他赶紧的呀！赶紧！
先杀小黄毛，先杀小黄毛，可以。你的力量，再杀奶妈，奶妈没闪现，给我拍他。无敌人跑，无敌人，漂亮。还好我没有出美甲窃魂卷，不过我现在要出美甲窃魂卷了。算了，别来美甲窃魂卷了，这玩意儿能耽误事儿啊，还是先来个沙漏吧。呀，他还美甲窃魂卷呢，我都没美甲窃魂卷，这边没人人呢，不知道啊，脾气大挂机了，挨骂了呗。这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，来来大龙，来大龙大龙大龙，直接打，对面的人全去追 ADC， 全搁下路呢，对面的人拿下中路收兵，乌迪尔上路收兵，大招60秒一个，掏你猴子，回家。反正60秒之内也打不起来。来个沙漏。哈萨，两件套了，两件半了，来点作用吧。嗯，来点作用吧。你拿吧，我要我的蓝其实是够用的。只要现在我面前他出现了一个人，那么这个人他已经死了。正在呢，那蓝枪是不可能死的，没完没了，简直是没完没了，跟我俩秀反应是吧，年轻人们，闪现不要钱，我看你下波你们仨怎么办啊，现在的小年轻啊，谢谢，别看我是机器人的飞行，确实是有点狂，叮叮叮，闪现快跑，速前进了，
四打五要赢了，怎么能是四打五呢？俺们家卡莎算人吗？用三个来吗？死死吧！一换一可以接，哎，一换二可以接受啊。俺们家那卡莎我也没见过这人呢，关键是26分钟两件套也不像人呢，像个猪一样。这根本不是四打五，这是四打四。法川猫子。卡莎一个进化都没有，是吧？他为啥没进化呀？他可以选择不进化吗？他想成为这个，这个，他不想成为究极体数码宝贝。你猜呀？蓝枪像个精神病似的，我就知道不能打这蓝枪，还有大影魔刀，叮！这不进化了吗？你是不是奶不想要了？我发现呢，啊，你是不想要了，还搁这抠，你再给我抠一下。好，差不多了，撤。哎呀哈！哎呀呀，有个炮车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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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完了完了，蓝枪放大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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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好我有包皮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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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蓝枪来了，蓝枪来了，蓝枪来了呀！漂亮！你挺猖狂啊！可以啊，蓝枪大放过了，给我追他。哎呀，我们勾引他一波。吃个经验，回家了。40%穿透，15%穿透。我还是选择来个大棒。我觉得我的穿透不用那么太高，15够了。小龙打了吧，我记着你有闪现哈。他怎么闪现好的那么快呢？这安妮儿真是不舍得闪，你安妮儿你老省闪现干什么玩意儿呢？安妮儿就应该就咔嚓就是闪，一顿闪，闪现闪现加闪现。哇，这个禁锢时间好长啊。抽一下，好，那么装备呢？这奶妈不能杀你是吧？一闪抽一下，怎么那么多影魔刀的？
你两件虚虚装就出影魔刀，你像个精神病似的，你是。没人呢。叮，金石盘开。